小猪佩奇和乔治在坐摩天轮，可是这一款摩天轮呢已经过时了，我们今天呢来拼一款新式的摩天轮，让小猪佩奇和乔治也来尝试一下吧。我们都知道摩天轮要搭得很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要用大柱子来搭，上面呢再接高一点，旁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门。现在打摩天轮，新款的来了，这里呢我们要给它上紧，保证安全。现在旋转试一下，还不错吧，赶快让小猪乔治和佩奇来体验一下吧。这是乔治，这是小萝莉，这是小猪佩奇，我们来让摩天轮旋转起来吧。这一个有什么优点呢？视野开阔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靠背，坐上面呢非常舒服。